小胖长得，快点快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，我是小金，他是永群。哎呀，又一起拍片呢。刚不小心睡着了。嗯。听到我们要拍片，就开始营养啊。嗯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是。应该是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要看镜头啊。我只想吃东西。嗯。好，来念一下留言哦。来，再偷偷跟你们说，我还会吹泡泡哦。要不要吹一个？他现在吹一个就屌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头像是玉，头像的是明天就是木曜日啦、啊，没错。再是明红头像，哎，为什么啊？还他们同时留言？有可能。对，就八点一接到通知，然后留言头像。对。啊，输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明哎、欸，明红明加油！这是晶晶 S K 冰雪啊，第三得是这个格蛇嫂嫂，等会儿见。虽然可能木曜首播一日排球，一下子聊天又被刷了，希望可以看到聊天。对，明天排球应该又会被刷一波、哦。因为是明天蛇格才念，所以要写等会儿木曜首播见。对，这个是时间轴的关系。再是木曜安全蛋，死哥外景辛苦啦、啊！今晚木曜日一起收看一日排球 days， 因为礼拜四早上才播这集念留言，所以写今天。哦，对啊，时间轴的话是这样，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嘛。嗯，大家都很懂。对，所以我们都是每个礼拜五早上说，哎、欸，待会首播见。嗯，对。好，永群掌握新技能，吹泡泡太可爱了。我还有没有别的技能？因为他现在会咕，会讲话，会。咕，是哦、嗯，我还没听过啊，他讲蛮多次的呢，是吗？嗯，哎呦，他刚有一下子，好，等一下再跟爸爸讲。来，今天是个冰雪，上班吃什么和下班去吃饭，都可以统称木曜去盖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对，没错，都有的吃，再是玉。下班去吃饭，上班去吃饭，唯一不同就是一个是上班，一个是下班。喂，终于说好了，差别就是一个是上班去吃饭是工商，厂商请客通常会有活动，嗯，没错。然后下班去吃饭就是去吃喜欢吃的了，主持人欧来宾推荐的店家，对，没错。上班去吃饭就是说
他们现在在上班的时候，嗯，然后为什么可以跑去吃饭呢？嗯，因为工商哦，对，工作，对，因为工作，所以才可以上班去吃饭。嗯哼，那下班吃什么呢？也是工作，那通常都是看来宾，对，嗯，就是来宾推荐的店家。嗯哼，如果他们没有的话，就变成说是台哥推荐他们。嗯哼，对，当然去吃他们喜欢吃的料理这样。嗯，OK， 来讲一下你今天吧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妈妈没有来啊，嗯，所以是我跟舍哥二打一。嗯，然后永群今天其实算蛮乖的啦。然后下午有小闹一下，安抚安抚，然后陪他玩，其实还 OK， 时间也过得很快。然后现在很有精神啊，眼睛在那边张大，看来看去。嗯，现在要看镜头了。知道镜头在哪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还有一件事忘记讲。哦，之前我在逛那是什么 ？Facebook 的时候看到粉丝们一个留言，嗯，就是有一个叫 C H I A O M I N 的粉，他好像在不知道哪一个木曜的粉丝团还是什么留言吧，就我看到，他说：“请问舍哥算是木曜的摄影师还是算？”然后高宪立帮我回答说：“舍哥是自由接案的摄影师，也有在各大节目或电视台拍摄，只是长期配合木曜。”嗯，哎呦，蛮精准的。哎呦。然后重点来了，有一个叫 ZINGHUA 的粉丝，他说他帮我回答了，我记得几年前舍哥有成立自己家庭的 YouTube 频道，那他应该是77个字义有，我在猜，但没看过他来我们这留言的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年有在冲刺频道订阅人数，毕竟他家软硬体设备一切齐全，唯一缺的是订阅数，然后他很懂哎，对，一语道破，没错。啊，还有一个照片呢，看一下哦，哎，哦，这个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原来一日麦当劳下的精华是用这张照片。你看，我朋友跟一堆亲戚有，然后赖我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你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刚好路过，然后得来速去买个东西而已，这样让他们也信。”就刚好往里面看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不知道这张镜头在哪。对，我不知道他说图是放这一张，要不然纳豆想要报仇之类的，揍他。好，很爱笑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开了一罐小奶粉，400克的。嗯，哦，400克是365。嗯。然后再加鲈鱼汤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总共485。OK， 累计财经出来啦，总共是241559。有人顶了呐！有人顶了。可以睡觉了，可以睡觉了，你的手手。哎呀。哟，小心。有啦，可以。嗯，未来健康神秀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8点见，拜拜。对啊，要补充吗？拜拜。永群啊，永群啊，永群啊！这是他新造型吗？哦，有点像家政妇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！哦，我懂了。啊！是我刚才说很像那个日本的小孩子啊，家政妇的造型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就是用一个那个头巾这样。哦，变成日本来的，有日本血统了。以后要当家政妇吗？你以后要帮妈妈做事情啊？啊，要做家事啊、哦？嗯。扫地拖地啊，嗯，阿姨不会，对，装睡啊，睡觉先睡觉再说，不要动。刚刚明明就一直在挥舞着手啊，哎哎，永群。
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。装睡的人叫不醒啊。